街有哪些身高和大众想象不符的偶像呢？有人提名彩铃，形象可爱，皮肤白皙，所以以为个子会很娇小，没想到居然有168公分。而 LaCelafin 忙内恩彩也是因为年纪小又很受宠，感觉是吉祥物，但实际上身材十分高挑。 IVE 的 Lay 也是有着萌感漫画脸孔，但本人大长腿身材比例超好，同样是日本成员的 Tsuki 被誉为表情管理女神，身高也有170公分。此外美珠因为比例超好，大众以为有170以上，但其实才165公分。而妈妈木全员舞台上气场超强，但四位成员其实都非常娇小。男偶像有人提名任时完和徐张冰，都是看脸以为是高个子，实际上很娇小的男偶像，让粉丝网友们也觉得十分有趣。